和基隆路交叉路口的交通严管。最近有关当局为了提醒市民早日申报所得税，就利用这个交通严管的外圈和内圈，树立了好几面大型公告牌。由于往来的车辆很多，效果很好。唯一的缺点是，一般小型车辆的驾驶人在车子贴近这些牌子的时候，视线受到了阻碍，因为在牌子后面往来的小型车辆和摩托车不容易被看见。白天如此，晚上更是容易造成意外事件。有关当局应该注意，并且改善类似的情形。